谢谢你，他说我生日快乐。这是你自己的年纪是吗？你难道不知道这个要用问号吗？来看一下，看好了，那这个是你准备的是不是？这个是衣服是你准备的，我看到，好，那吃吃看是不是？为什么突然要我吃看？是不是有陷阱？现在要先吃是不是？我要先吃，然后很香哎，可是为什么要笑成这样？你可以帮我解释一下这个表情球吗？好，那我要直接整颗拿起来吃，还是用手直接沾呢、啊、？OK， 好，我先切哦。又反对，那我要怎么？切喽，谢谢。那、啊、我要怎么样把它？我要直接吃是不是？好，我要切咯，我在抖哦，是不是有炸弹啊？好，我切了一刀了。哦，我有碗吗？我有盘子吗？好，我要那个来放这个，这是你买给我的是不是？是吗？这是你为我准备的吗？是吗？干嘛这样子？我先吃。为什么一直叫我吃啊？哎、欸，你突然今天有个人，然后叫你突然一直说你先吃，你先吃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？会不会？我现在其实这样也不太好切啊。我先好，我先那个麦克风拿下来，先那个。他都不敢吃哦，我数到三，一二三，一起吃，一二三，看你的，好啊，嘴巴张开啦，一二三，可以先啦，棺材球，输的就要那个、哦、剪刀，是剪刀手术，好吃。为什么嘴巴在颤抖？为什么嘴巴在抖？嗯。很好吃啊，干嘛搞得跟什么一样，很可怕好不好？好啊，等一下，那有点苦啊，蛮苦的其实。为什么你在抖啊？是不是有什么 ？OK， 还是吃我嘴巴会黑掉 ？OK， 好，那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把它盖起来喽。盖子呢？我先给你，帮我盖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，我再几首歌我就休息了。谢谢人府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这个我就那个放旁边等。